你问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只要看到我的灯泡在水里面缺氧，好，来了，它缺氧，所以会造成所谓的通气组织。你只要看到这个关键词，通气组织就是乙烯，乙烯造成细胞凋亡，apoptosis， 然后死掉的细胞就形成通气组织，所以这里一定是乙烯，一定是乙烯。包含为什么那个莲藕会有空洞的通气组织？为什么都不定根？为什么节间拉长？你在缺氧的环境下长出这些特殊的特征来保护你，有氧气可以使用，这些都是乙烯造成的，这是现象啊。好，以上，所以三十题答案要选乙烯。